氛围感，北方四合院。四合院讲究的是和，房屋为和，聚财聚气，和心和意，家庭和美。四合院是具有安全感的、幸福的、充满爱的居住场所。百节年为首，春节时庭院是最重要的活动场地。拜神祭祖，祈福辟邪，亲朋团圆，欢庆娱乐，贴春联，剪窗花，放鞭炮，迎财神。庭院中的装饰处处体现喜庆祥和，红灯笼是万万不能少的，寓意运势红火，生活富足。这就是北方的院子，北方人的春节。Garden Go, your landscape consultant.